近日唐人街发生咗两单凶杀案，凶手相信系识功夫嘅，大家巡逻嘅时候要加倍小心。两个人一组，千祈唔好单独行动。收到。仔仔，帮我查下两个死者有冇开晒上报嘅朋友，生前有冇交低过底片，叫人帮手翻晒。知道。小心啊！你都嚟咗嘅，我带你过去。 你前面嘅右手边有条柱，跟住转咗直去，你就会见到表哥噶。小友，表哥，你翻去做嘢先。哦，点解你两个会一齐嚟嘅？我哋头先我见到小杨喺街度跌亲，我帮佢包咗伤口。个傻妹啊，坚持话要落汤嚟俾你，可唔可以扶埋佢嚟？ 饮汤是小啊，整亲阿手尾长啊，使唔使我同你医院睇下？好消息啫，我翻嚟捽啲药油就冇事噶啦。傻妹嚟嘅，呢个系百合煲猪心，清热提神，你趁热饮啦。咁我唔客气噶啦，哇，好香喎！我饮完而家即刻精力充沛。小柔啊，你果然尽得扣我嘅真传啊！ 今次好彩有你咋，全咗唔系就穿帮，唔该晒。你对眼有事都专登送汤过嚟，睇嚟年纪喺你心目中唔止系表哥咁简单。你一直都中意佢，表哥对我好好，由细到大除咗阿爸阿妈之外，佢就系最关心我嘅人。虽然佢之前为咗报仇扮做衰警察，但我有啲咩事佢都系第一时间嚟帮我。 今次连医生都话我冇得医，我真系唔想变成佢嘅俘虏。以我认识嘅年纪，佢唔会咁谂。佢点谂都好，我都想试下独立生活，唔想连累任何人。你比我想象中坚强好多。其实我睇得出你同阿表哥都仲好关心大家，点解你哋唔喺翻埋一齐嘅？我同佢之间。 有太多条刺，勉强喺埋一齐只会互相伤害。对我哋嚟讲，各自生活系最好嘅选择。但你分开又成日见住，你唔会觉得好难受咩？既然决定咗放手，就唔会再留恋过去，亦都唔会觉得难受。你话我坚强，其实你先至系最坚强嗰个。咁你呢？你真系舍得离开唐人街，离开你表哥啦？ 艺良吧，之前扮艺良扮到上晒瘾，佢开得成啊，仲要做埋台柱，可惜未开得成，佢哋就。咁你呢？你有咩梦想啊？咁坐到你算唔算系啊？都算噶，但有冇啲嘢系你好想做，但又未做到啊？我想开馆授徒，弘扬传统武术精神，我相信。 每一个跟我学功夫嘅人，如果可以坚守正道，做翻啲正义嘅事，一个影响一个，咁呢个世界咧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。估唔到你原来咁有使命感喎！嚟啊，打铁趁热，我哋而家就取经，快啲！点啊？呢间武馆得唔得啊？梗系唔得啦！你睇下，睇地板凹凹凸凸咁样。 未扎好马，已经扑死咗啦！哇，你睇下啲天花板污糟邋遢又发毛咁样，连工吸啖气啊，都肺病啊！总之残残旧旧咁样，未打啊，已经输晒啦！如果第日我开武馆啊，一边呢就我嚟练功，一边呢就我嚟玩实战技击，咁如果人哋踢馆啊，咁都唔使失礼啊咩？你哋系咩人？ 想嚟踢馆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啱啱经过，想上嚟睇下，唔系嚟踢馆噶。睇学费都未交，学咩人睇啊？系咪想偷学我功夫啊？偷学你啲功夫？我爷来吉啲洪拳打混拳太过禁制，使乜偷学你啲功夫啊？系啊，踩我长做咁恶，系咪漏打？系啊，放马过嚟啊！好啊，嚟啊！走啦，傻咁啊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走啊，走啦！
你唔好再打啦，我唔使惊啦。你使乜咁惊？我几下散手啊，就可以打低佢噶啦。我知你好打，但系人哋开武馆噶嘛，你边度保护到我将我又唔识打？好，我教你功夫，咁你以后咪乜都唔使惊咯。你教功夫？空拳，光猛，力度十足又实用，你学识咗啊！ 我担保你嗰条友都唔够你打啦，成日挂住买衫睇戏，嘥晒啲时间。我明啊，冇得勉强啊。我想学，我要做你第一个女徒弟。真噶？真，我仲要同你相剑合璧，打低晒啲坏人。打到佢哋片甲不留。一言为定，你教我功夫，我帮你揾地方开武馆，等你可以愿望成真。 多谢多多。600尺做武馆就细咗啲。系，老人啊。 做咩喺度监视老师傅嘅？Hello， 北美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系 Toby 梁正琪，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荣耀》，就快啲攞你哋手机出嚟，然之后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